今天吃爆辣大鸭血、红烧大鸡腿，男神点关注，女神点红心。今天是元旦，祝大家元旦快乐！爆辣大鸭血，先来一小口。金针菇爆辣版，再来一个。虎皮尖椒一小口，居然爆汁儿。深夜五花肉简直就是吃不够，哇，太香了。真香的软吗？大鸡腿啊，咋吃都吃不够。啥事都能赶上啊，刚才那个视频录了半打，手机内存满了，自动删除了，只能接着录了，录到哪儿算哪儿吧，铁子们。我也真是服了，内存没了，手机内存满了。这小茄子过瘾，
官员。家，今天我们吃炸酱面和炸鸡。开动前先来两粒白白片，每次吃这些高热量食物前我都会来上两粒，两粒可以减少1000大卡的热量，而且是意大利近半个世纪的老牌子，成分也都是自然提取，所以有种淡淡的植物味道，吃完就可以安心干饭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三明治。荷包蛋，
我秒杀这个兰州拉面。吃饱了，拜拜。今天吃爆辣金菇红烧五花肉，今天又吃五花肉。帅哥点关注，美女点红心，爆辣金菇。绿辣椒，好久没吃了。底下有盘接着，没有任何浪费。今天这五花肉有点烂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吃肉不吃饭，香味少一半。这个视频我想要88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我点吗？再来一小口。啊，真解馋这玩意儿。红胡椒，大鸭血，看看今天鸭血嫩不嫩。哎，太嫩了，太嫩了。
不就成爆辣鸭血了吗？火鸡面，过瘾。家，今天我们吃流汁宽粉和酱多多炸鸡，淋上满满的麻酱。太香了！再来个裹满酱的炸鸡。香了，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双拼披萨和我的酸菜面。好了，酸菜面有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小教程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妙啊，还是很成功的。里面还有奶油，
红薯爆酱。水果味道，酸酸甜甜，我还是喜欢吃肉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不提，拜拜。